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呢，要来玩一个奇怪的跑步游戏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大屁股是不是？哦，我们要移动它，然后这是什么东西？吃屁股肉是吗？然后我们的屁股就会越来越大的感觉。哦，有这个感觉吗？我们就是要避开障碍物，然后选择这个是吗？哦，我们要让跑步机动得比较少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要走这个。啊，它就会减少的比较少。我懂了。然后现在是干嘛？吃这个，把人家挤下去，然后我就屁股就越来越大，然后把人家屁股挤出来。我到底在玩什么鬼游戏啊？我的屁股好像蛮大的哦，感觉不错。来，我们继续。我到底在玩什么东西啊？挤屁股游戏啊！来这边，三个全吃啊，吃不到三个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吃。啊！小心，小心！不要！哇！我走错了，我屁屁变得很瘦，我就是要让我的屁屁变很大的啊！在这边跑步干嘛？来，我们继续吃，来，就我的屁屁总有一天会变得超大的。啊，这个两个的还是可以吃，来走这个，可以，有吗？我的屁股有大吗？哎、欸，有越来越大嘞、欸！各位有看到吗？我这个欧美图你有没有？屁股超级大。这到底是什么鬼游戏啊？来，这是跑步机耶！我在跑步机瘦身有没有？然后我要尽量吃大一点，把它挤下去。哦，我的屁屁超大，这已经是畸形儿了吧？知道怎么走路啊？什么鬼啊？有观众可以跟我讲，我到底在玩什么？而且我这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啊？我其实分辨不太出来哦，还是说他有男有女？来，我们来走这边，这边比较简单，然后继续吃。哎，小心！这个，可以。然后中间比较多个，然后小心，我们要吃这个圆圆的。哦，我的屁屁变得超大，有没有？各位有看到吗？我的屁屁超大 Ken。哎，我屁屁是不是缩水了？干嘛？为什么屁屁缩水了？来，这边，小心啊！不，我的屁屁不要让我屁屁变小，拜托，不要让我屁屁变小。啊，可以，感觉还是差不多哎。而且我发现我刚刚是不是原本有马尾在？他现在这个是短发哎，啊，管他，我们继续，不然怎么样呢？啊，这个又变瘦了，拜托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想要让我自己有欧美风臀啊！各位观众不会想吗？看他这个性感的屁屁，各位观众一定超喜欢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小贱货啊！等一下。我不应该骂观众的，我直接去撞到那个挡门板，然后我就完蛋了。不，我这次屁屁超小，我到底在玩什么鬼游戏呀？为什么我总是可以找到这么多奇怪的游戏？你们知道吗？那是因为我每次只要看广告，有没有，我就看到一大堆哦奇奇怪怪的小游戏，然后他们这些小游戏的共同点就是封面都做得很好，然后广告做得很好，我就会很想玩。然后大部分都是我玩了之后才会觉得这到底是什么鬼游戏，就跟各位观众你们现在看到我的影片的感觉是一样的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鬼游戏啊？你到底玩什么东西啊？红月，为什么要教坏我们小朋友之类的？哦，我们变超大哎、欸，各位观众，我超级大鸡鸡，不是大鸡鸡，大屁屁耶、欸！哦吼，有没有看看我这个性感的屁屁？不错。这个是，哦，有铁球在嘞，这关有铁球。总之，我们就尽量吃 PP 啊。哎，小心，这个要小心点啊。这个游戏其实，还算是可以的啦。毕竟这个游戏它是有难度在的，就是你要闪开障碍物哦。这个游戏的障碍物做的其实比较难，跟我之前玩的一些小游戏比起来是偏难的。其实要完美通关，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嘛。还是会失误的啊！然后我这次就超惨，我这次完全没有屁股，哇，完全没有屁股，不，我瘦身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不行啦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让我的屁屁变得超大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走错了，我该走四才对，结果我走到那个比较大的。啊，可恶！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对，这个走对了，这走对了，可以，我觉得我的屁屁要越来越大哦。然后这个走过来哦，不错，来，这个这边啊，可以，
光头，我真的觉得我屁屁超大哎、欸，这个超级可怕，你知道吗？到底在干嘛、啊？我来看一下这游戏还可以干嘛好了，这是干嘛？商店。我这个哦，还有三种人可以解锁，是不是？原来是这样。我可不可以抽啊？好像不行哎、欸。然后它其实可以换颜色之类的，可是我其实没那么多信心。来吧，我们继续吧。其实正面比较好看啦、啊，为什么要让我看它的屁屁？其实我觉得屁屁很大，并不是一件很好看的事情啊。各位观众觉得屁屁很大很赞吗？我是觉得还好啦。我觉得过头了就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过头嘛。来，总之我们继续走我们的。哦哦，哎、欸，大家小心一下，这个铁球其实是比较难的、欸，它有时候你走的位置不好，就很容易死掉。然后我就损失很多屁屁肉这样子。小心小心，这边可以，我反正我还能走到终点就还行啊。来，总之我们继续玩。我靠，我直接变成男人了哎、欸。男人也想要有一个大屁屁，是不是？那感觉怪怪的啊。各位观众，你们能接受你的朋友有没有有这么大 Ken 的屁屁吗？我自己是不太能接受了。哦哦，现在是在干嘛？加速娱乐时间。来来来，我们继续，小心小心小心。这个是门先走。我靠，这一关是不是特别长啊？还是我走路变慢了？我觉得好长哦。哦，到了到了到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呦，然后我们不知不觉会玩到第十关了、欸，没错，各位懂。这个游戏我已经玩到十关了。然后我们有钥匙，我可以解锁什么？星星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我再玩一关的话，其实就可以那个啦，解锁礼物盒。可是我自己猜测，这种游戏通常礼物盒是要给你看广告的，所以说我其实没有很想拿。总之，我们还是继续玩我们的吧。我们再稍微往后体验一下啦，也许这游戏后面才是真正难的开始嘛，对不对？虽然说应该不太可能，就是。哎、欸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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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边啊，右边、啊，差点走错，左边哦、啊，吃回来啊，干嘛？啊，我这次屁屁很小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我直接害我们的角色屁屁面超小。不过他后面还是好像还是可以长回来的，还是都跑到终点了，不错不错。来，我们礼物盒解锁啊，果然不给我看。好啦，我们还是看一下啦，看一下这游戏的礼物能够解锁出什么东西吧。来，我解锁出什么东西呢？一个更肥的人，更肥的人是怎样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更肥的人有比较好看吗？我是不知道啦。哎，我失败了，等一下，小心小心，哎哎，别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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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等一下，这游戏怎么那么难啊？真的很难完美通关哎、欸，哎，我死掉了、欸，想不到这游戏还是会死掉的、啊，我们重新来一次，啊，不要再撞了，拜托不要再撞了，不要再撞，不要再撞了，不要再撞了，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应该是我失误啦，其实这应该还好才对啊！啊，我撞到了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个按摩棒不是，他这个不是按摩棒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一个杆子在那边动不动就挡我的路，很烦啊！干嘛啦？为什么我才过第十关而已，后面就超难哎、欸！小心小心，不吃屁屁没关系，不要撞到杆子就好，不要撞到杆子。哦，我这次屁屁有够大，有没有？非常不错啊！啊，不要去撞，不要去撞。我这次屁屁很大，我绝对就不会再去撞的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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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间啊，我不应该走中间啊，我的屁屁掉光光，完蛋，屁屁掉光光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小心小心小心，不要再让自己的屁屁掉光光了啊！哦，还行啊，这个尺寸，这尺寸还行啊。哦，然后我一次星星可以加100多耶，其实蛮多的。然后我们就可以解锁一些新的东西了吧？哦，其实可以解锁帽子，是不是？解锁一下吧。抽到一个巫师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没有，我们继续。后面的确是开始有点难的啦，就还是需要一点判断力的，不然的话很容易输掉啊。而且操作其实也有差哦，哎，操作其实还是有差的。
啊，然后这里的话一定啊，完了输了，不能选错关卡哎。后面的关卡其实我很难一次过，我要知道哪个地方不能走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这边就是左边，然后前面我已经知道了，这边的话要走右边才可以吧？为什么啊？那个速度跟刚刚不一样？哦，我感觉我快死掉了。但应该还行，这个啊，差一点点就要输了，不过应该还行啊，应该可以到终点才对啊，没有，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可以解锁，又是星星，哦，这个感觉比较简单哦，这个地上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，有没有？哎，中间，好，完了，结果中间是要耗最多的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个是走左边。可以，哎，还是撞到啊！左边，来来来来，然后是左边、右边，这边屁屁都吃一下，右边右边右边，真不要乱走。然后是左边啊，右边右边，啊啊，完了，左边哎，干嘛啊？小心小心，都吃都吃，不然会输。啊，这个好像屁屁不够大，啊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就能够冲到终点。第14关，这个好像也就比较难啊，不过这个好像比较简单，因为我可以绕旁边。然后这个哦，好像比较简单呢，我的 PP 变超大了啊，撞到一下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个是还行的，好不好？那接着是这边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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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感觉可以哦，我感觉越来越会玩了，不然就是这关真的比较轻松。哎，左边有，对对对对，右边不是左边，我开始左右不分了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这边，对对对对对，右边啊，撞到我没关系，可以，可以，这个可以走，可以到，可以，可以到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到终点去啊！哎，我没有走到，等一下，小心，小心，这边，不要乱哦，不要乱哦，会输。啊，有有，到终点可以。好了，那我们基本上就再玩一关好了啦，玩到15关，这个游戏我觉得就这样子而已吧。其实它变化没有很多，后面的关卡好像基本上也都是重复的了。我们就赶快把这边玩一玩吧。哦，我直接吃到大屁屁了，大屁屁应该就是无敌的啦。一般游戏应该都是这样设计。哦，我觉得我这次走的超好哎，观众，哥不觉得吗？我几乎没有失误哎，我真的是完美通关这一关吧，没有失误，你知道吗？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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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那总之如果各位观众对这款游戏好兴趣的话，好不好？就欢迎各位观众自行前往游玩吧。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